我要点那个小龙虾吃。嗯，晚上不是你做吗？是你有空做啊，我要吃小龙虾。你现在是在干嘛？点餐。你又自己加了这种微信，然后自己在那点餐。对呀、啊。然后。我也开微信很久了。也不推给我吗？在北京也是自己有一个小龙虾的那个生蚝的群，也不推给我吗？他一天到晚说没吃，干嘛？到底加了多少外卖的微信啊你？哦，你的饭来了，你先吃饭。好。吃饭是一个活下去。